好，我们的泰国芫荽煎蛋就做好了，非常简单，非常香的。放一些 mint， 我也是自己种的薄荷，放在旁边做一个装饰。刚才忘了拍，放这个盐跟胡椒粉下去，它就会更香了。喜欢的记得订阅海伦娜的厨房，下一道菜见，拜拜。